你看看你走过来这儿嘛，挨到老汉嘛，我是做人员的。那个啥子？我都生痱子了。我给你买了衣服。你看看穿不穿的？对，你试一下看，穿不得有换码子。这衣服就是这个季节穿的。就是这个肚皮大呀。不怕的，我这衣服你要那挂着还不要放呢，遮住的话那要重。试一下嘛。没有啊。衣服穿起来可以。你看我老汉年轻40岁，看没有吗？哎呀，老帅哥了。这都进去穿新衣服。啊，你进去穿新服，你不是不见标签吗？你咋在十八间了呀？破你凶！你才好认真，反面呢？你还没去弄个菜，你看我炖的鸡汤。哦，你炖的嘛是你炖的噻。来，我上次回来弄了个钵钵鸡，我看到老汉儿多喜欢吃，我这天买来又给老汉儿弄。那是多喜欢吃，我泡了两次，那是我泡的，没得你泡的好吃。来，搞点肉圆，你那豌豆点你就吃来吃嘛，吃点回来。吃的了。有。哦。王立春，在我们这吃豌豆点。为了豌豆点心吃的头一配哟，我这个站着的还要把头发都剃哥们儿，把那副银耳夹我还说没看清楚，我还要把头发摘下来呀、啊、来先到看不到我啊姨啊等我一下噻，这个中位哦哟你猜妈妈耶，别那大碗的你抢就回来了，我就是拿的银针来照着来抢的。还有鱼吃吧？啊，包子都喜欢吃鱼了。哦哟，那都喜欢吃，我也是都喜欢吃。那我把菜弄去了。要得。那先把菜煮起，先把这锅子先煮两分钟，再把这南瓜煮一下，再把蔬菜一起捞出来。毛豆、牛肉、豌豆先，这虾是把壳壳剥了，入味些，再泡一泡麻辣的来吃。然后我说跟老汉泡不辣的嘞，老汉说嘞要吃辣的，再这个红油摇一下喽，这红油到它盆盆头，调味粉。我泡钵钵鸡可以用开水、凉开水、矿泉水、鸡汤、高汤啥子可以，这一包料加个2.5斤到3斤的水都可以嘞。吃的寒点的啦，水就少点；吃淡点的，水就多点。不行，那你不能光要汤噻，肉里头鸡肉得有啊。要得，肉里头嘛。这一包料可以泡4斤食材，荤素看自己的口味，想吃啥子都可以泡啥子。再把它搅拌一下，再泡个18分钟就可以了。落味了。来，坐起吃饭喽。落完了吗？这个鱼没得好辣的。这个是麻辣的，我上次看到你多喜欢吃的，那吃了虾，挖壳壳的了。要得，我得吃嘛。我的豌豆尖，我是吃了今年的第一顿豌豆尖喽。虽然这不是很大的些，但是我还是吃了，还是豌豆尖味道。到时候你听到这声音，有没有想起那会儿的窝子腿儿呢？你吃嘛，是不是嘛？那围桌儿的时候舀一瓢去，呼呼呼的就吃。两个四个人吃3个菜，2菜1汤的还，还有盆盆装的。这个毛肚是好熬吧？慢慢吃啊，我师傅。不得讲你吃饭的时候不要跟人开腔，知道不？他回娘屋，你师傅面前说话都更大声。这你看爸爸，今晚我睡双瞌睡，把我抓的。你睡双瞌睡了，我给你抓的不？嗯。睡懵了。你别在这儿乱说。等我又给你拿两包料回来的，空那儿的。它空完的时候你都可以弄来吃，冰箱里有啥子就可以拿来煮。吃两包豌豆尖，肚子里就肥。晓得。这幺零还没在噻，吃饭都不闹热噶。但是我还是要吃恁多。你还给我上班的，差不多要带好2个月。就是，把火炉给它加起。这包哥，你要吃的鸡肉，这是要泡起的哦。这豌豆尖汁儿。这不，这个鸡肉汁儿。哦。你吃饭。这有二斤，这还有豌豆尖，这还有毛豆。哎，不要客气了，你吃哈。大个吃。大个吃。